奔驰车友们的共同烦恼就是手机没有地方放。今天安排这款奔驰专用的手机支架，背部触摸设计，电动感应开合，原车1:1开模专用的底座，安装非常简单，扣上就可以使用。触摸开合的设计，手机放上自动加紧，横竖屏可以任意切换。喜欢的奔驰车友们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小黄车。出门不见去中